好，那我们可以现在核对一下刚拿到的四份资料。好的，那刚拿到四份资料啊，里面有一份是课纲，我们先看课纲。课纲是 A4 的，虽然在那个试听那一本里面也有。好，那这学期很特别的是，我们的课纲上面啊只放阅读进度跟习题翻译的进度，并没有放文法，是因为我们把大文法都学过了。重要的绝对会考的都学完了嘛，对不对？那剩下的小文法呢，就是由习题之中来复习。那习题的话，刚刚拿到一份横的 B4 的，总共有八回练习哟、哦，是八回吗？应该是吧，总共八章，一章是一回，所以每回有30题，等于每个礼拜就是要写30题。那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复习一些小文法。这样子觉得怎么样呢？逼大家一定要练习一回30题，然后题目都不重复的情况下呢，你考前大概可以写完240题。好，240题应该是很够用啦。好，那最后我们会干嘛？会有个模拟考，待会告诉你模拟考日期。那试卷每次都是检讨一回，到你考前大概是八回结束了，然后考前的那一堂我们就来个总复习，这样子再把重点讲一遍啊。好，或者是如果大家需要那天可以再练习一份也是 OK 的，会是这样子的安排。那所以呢，大文法跟小文法解决了，那阅读的话我安排是比较松散一点点，就是你看我上面只放了四五篇，可是不要担心，一样到最后我们不是会印一本课本给大家吗？今天只是先拿临时用的，大课本里面的文章一定会多，所以之后如果有时间还是继续上。学课文就是为了让你扩充你的单字量，那单字是没有范围，你就只能多学多记。那文法是有范围的，所以刚有同学说他就是先冲刺文法，这样子 OK， 反正他是有范围的，你就是怎么读就是这么多而已，不会再更多了。OK 哦，然后呢，我们因为大家今年都是要考专一的嘛，专一不会有翻译，所以我们等考完申论考之后，再来继续练习我们上次那一本没有结束的翻译。上次不是分成初阶跟进阶吗？初阶会在剩下的两堂影片里面把它结束掉。那再来，我们这一集就要讲进阶的那几篇。接着我还会再另外印个几份，好，4到8份不等的翻译练习卷，让大家在课堂上练习。因为最终的目的，大家还是要考营运值。没问题的话呢，那我们看一下哦，这课纲上面有两次模拟考，是礼拜六跟礼拜五，第一次是在7跟8中间的8月22号礼拜六的下午。那场地虽然上面写未定啊，但是应该就确定是台北的教室。台北的教室模拟考试不用钱的，你只要上过课，就是报名过任何一次，你就是可以来参加。那模拟考第二次在9堂跟10堂之间，9月4号礼拜五的晚上，刻意挑一个下午一个晚上，是方便有些人可能轮班，他没有办法两次都参加的。两次的题目是不一样的哦，衷心希望大家两次都来。就逼自己再写个100题，因为一次是50题，两次就100题了，然后再跟这前八回是完全是不重复的题目，就这样子逼大家来练习好吗？那即使你今天听完之后你决定我不想报名这堂课，可是只要你以前上过课，你还是可以来参加的，是没有问题的。好，再来9月13号是大家考试嘛，所以以这个为分水岭哦，9月13号到11月底之后呢，就会回归到以前的那个模式，然后呢会多练习一点翻译，翻译时间会花很多时间，那其实文法我们都学的差不多，来写翻译是 OK 的。好，那因为今天是第一堂啊，没有习题要检讨，对不对？所以今天可能这两节课都是在讲课文单字跟课文，你可能会觉得稍微无聊一点点，
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会着重于检讨。我一定会把一回检讨完再来上课文，可能这一回比较难，就会检讨多一点，那课文就少一点，就会变成那个样子，好吗？这样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安排吗？就是为了考试就只能这样子嘛，是比较偏无趣一点的。我自己都觉得好无聊，有时候上课上到自己想睡觉，就大家很厉害，下班还可以来这边听。好，那我们就直接翻开哦，你就是这一份。就是临时讲义这一份哦，里面有课文跟单字，你往后翻，啊，会先看到课文，然后再继续往后翻，翻到第七页，就是我们的单字啊。那因为我们这学期比较特别，不确定每天每一堂到底可以上几段，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先讲一段的单字，看一段的课文，再讲一段单字，再看一段课文，这样子，避免今天把所有单字讲完，然后结果过了好久才看课文，你可能会忘记啊。所以，我们先看第七段哦，1到12是第一段的课文。我们先看第一段的课，单字，对不起，单字，1到12是第一段的单字。这个画面的字都有点小，所以就请你将就一点，或是你往前移动也可以哦。第一个字哦，genius，genius 是我们标题里面的字，The Genius of Swan。那这个 genius 的意思，你以前学过，叫做天才，对不对？好，除了讲人家是个天才，他回归他原本的意思，他是个抽象名词，叫做才能、才干、才智。好，或者是很抽象啊，指一个人的精神意识，指一个人的精神意识，但在这一刻指的是才能、才智。好，那前面没有任何的冠词，代表它是不可数的，就是指这个抽象的东西，才能、才智。第二个，pigeon。应该是有印象，对不对？鸽子，鸽子，鸽子，会飞的那个，就是邮局的那个图腾，偷抄人家警政署的那只鸽子，对吗？有人跟我说，哎，那不是警政署什么时候鸽子变绿色？我说那是邮局的。下一个，herring 这个单字你就不会没关系，它叫飞鱼。飞鱼是哪一种飞鱼呢？常常做成鱼排的那种飞鱼，台湾可能不常见，或是鲱鱼，我不知道各位习惯怎么读，但字典好像是读飞鱼，好，是一种鱼的名字，做成鱼排的。第四个这个片语蛮重要，考试蛮常出现的，have in common，有共通点、共通处。好，所以前面会怎么放呢？两个主词放出来，A 跟 B have in common。好，叫有共通处。那如果它们共通处很多呢？A and B have a lot in common，很多共同处，have a lot in common。第五个，swarm 也是我们标题的这个字哎，但是标题当名词，那这里第五个是动词，群聚，蜂拥成群的意思哦。好，那这个群聚跟我们现在最近讲的群聚概念稍微不一样，这个群聚的程度更大，就像蜜蜂那一整窝会有密集恐惧症那种感觉哦，swarm。那名词型在右边哦，当成可数的一组一组、一群一群、一堆一堆的生物的聚落、生物的群聚。所以一群蚂蚁、一群蜜蜂，你可以说 a swarm of bees, a swarm of ants，类似这样子。好，那可能有些鱼群也可以这样子说。来，第六个单字 occur 应该不陌生啦，这一年多来看到蛮多次的，叫发生，发生等同于比较好听的 happen 是你会的最初阶的字，对不对？但从今天开始哦，happen 几乎是不太会听到了。好，occur，那你一定要记得 happen、occur 这两个动词都叫做某个事物自己发生了。它没有被动态，你不可以说什么东西被 occurred，没有这样子的用法啊。它发生的这个用法跟中文刚好是一样的，所以很好记。这个不及物动词哦，某个事物自己发生的，an earthquake occurred，啊，a tsunami occurred，海啸叫 tsunami occurred，这样子。第七个单字，individual。好，各位的讲义应该是后面没有写任何东西，但我希望你补一下哦。这边是形容词，形容词 individual，
因为我们以前在学狼群的那个时候的那一课，individual 可以当名词，对不对？好，一个个体叫 an individual，但我现在当形容词了，individual，individual。个别的、个体的，所以它的相反词，形容词的相反词就是指跟族群相关的、一群人相关的。好，individual 相反词 group、team 那一类的。好，再来第八个单字 cooperate。哦，这边的 co 要分开读，因为它是个挂上去的字首。这个 co 就是 com 那个 come 或者 con 的那个 con 一起的意思，对不对？好，那后面 operate 你已经会了，叫操作、工作、操作的做，对不对？所以呢，一起做，一起做，它其实叫做配合，但在台湾常常把它翻译成合作。哎，这会跟我们某一个单字会混淆。哎，我们来试试看怎么解释啊。另外一个混淆的动词叫 collaborate，collaborate，后面有一个单字，你先切开看的话，laborate 就是 labor 劳工，加上呢 ate 字尾，是不是转品为动词？所以呢叫做劳动，对不对？那边的 ate 结尾，劳动，做事情的意思。那加上 col 呢，一样跟前面的 co 都是属于 con 一起做，那翻译成中文还是叫合作啊？怎么办？好，首先我先解释，前面的 cooperate 不应该翻译成合作，它其实是配合，这样你就不会错了，就是把它分开记。后面这个叫合作，前面这个叫配合。我举一个场景啊，让你可以熟悉一下。假设啊，今天呢、啊，今天假设今天我们那个要送什么中秋节的礼盒超多的啊，所以电梯就保留给投递单位使用，其他人请你走楼梯。好，所以 please cooperate。单方面的下了一个政策，请你配合我这样子做，please cooperate，please cooperate，是单方面要求你配合我。那 collaborate 是两个人一起做，强调分工合作，而且成果是共享的。今天我跟你要一起合作创作一首曲子，好了，这个动作叫做 collaborate，collaborate。那前面不陌生，后面那个字你要开始背了，collaborate。名词型都是直接去 e 加 i o n cooperation collaboration 没有问题。好，再来第九个单字，这样会太快吗？好，第九个单字 solve 不陌生啊，叫解决，解决对不对？后面直接加上要解决的事物哦，啊，solve the problem，solve the problem。那这个字它的名词性是个不规则变化，再讲很多遍都没关系。好，solution 它是属于 U 变化的，V 变成 U，因为 V 跟 U 在古时候都写的同样的字。古人啊，他们写字是用刻画的，所以那个 U 刻不出来，都刻尖尖的，都是 V，所以 V 跟 U 在古时候是同一个字母。好，所以这是 U 变化，solve 变成 solution，solve 变成 solution，这样子就好记了吧？好，不规则变化哦。再来第十个 respond，respond 回应。诶，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啊，讲回应好像听起来是跟人之间啊，但其实它是动物之间的，所以你讲应付某个问题，好，应付某个问题，那你自己再注记一下用法，考试就考用法，对不对？对某个东西做出回应，respond to 加上他要回应的对象，所以 A respond to B，你可以在空白处自己写 A respond to B，A 对 B 做出回应，A 回应 B，A 应付 B，A respond to B 介系词用 to，介系词用 to。好，那名词型也请你一并写一下啊，response。这个是个规则的变化，因为浊音配上浊音啊，D 配上 S，啊，response。那你记得哦，这个是一个问题出现了，那我要怎么应对它的回应？那如果今天是回信、回简讯、回 Line 的呢？用 reply，reply
啊，那个叫回复啊，回复。好，下一个第11个单字，threat，threat，威胁，威胁，它是个名词哦，好，而且是可以数的，一个威胁，两个威胁。好，那威胁啊，常用的片语你也可以记一下。A pose a threat to B. A 对 B 构成威胁。A 对 B 造成威胁。啊，那这个威胁当然可以变很多个。A 对 B 造成威胁，A 对 B 构成威胁。在如果威胁这个字单纯把它变成动词形的话呢，很简单，我们只要在后面加上这个字根 en 使怎么样的那个字根使 en 使，所以叫做 threaten，threaten，就是使人家感到害怕的感觉。那这个字又可以带出我们刚学完的分词，对吗？使动词都可以变成 ing 跟 pp，所以呢，threatening。吓人的，威胁人的啊，然后呢，threatened，受到惊吓的，受到威胁的也可以。好，那十二个，appear to，后面加原形，所以这个 to 是个不定词，appear to 做某个动作，叫似乎有这个动作，似乎有这个动作的现象，似乎有这个倾向。它比较难一点点，其实说穿的就是你以前学过的 seem to，哎，seem to 我们整整看了一年了，终于换个字面了，换成 appear。好，所以1到12个单字片语是我们第一段，所以你稍微整理一下你的笔记，我们可以回来看第一段。今天可能会稍微能讲多少就讲多少，但是还是会讲快一点。因为之后就要检讨，检讨我不知道同学们会不会问很多啊，问很多就会一直讲，好，有可能检讨两节，但其实30题而已，你只要不要每题都问，就不会讲很久。好，OK，那我们可以往前翻吗？往前翻到你这个临时讲义的第4页哦，你上面是不是看到一张密集恐惧症的图片啊？就是一群蚂蚁，a swarm of ants，a swarm of ants。那我们的标题啊，你标题再自己想一下。Genius of swarm 指的是群聚的这个力量，群聚的这个力量很大。OK，所以第一段，我们也要请同学读一下第一段哦，好吗？大家一起读。What do ants, pigeons, and herrings have in common? All these animals swarm. Swarming occurs when large numbers of individual animals move, work, or cooperate as a group. Swarming animals can act quickly to solve a problem. They can respond effectively to threats. Swarms appear to know exactly where they are going, what they are doing, and what they are doing it. Scientific research is helping us understand how swarming works so well. 好，第一段只是个背景知识啦。啊，他说什么？What do ants, bees, pigeons, and herrings have in common？哦，这个重要的片语出现了，有共通点，have in common。而且啊，have in common 共通点绝对是几个对象以上啊。至少要两个对象以上才会有共同点哦，所以前面是不是大于等于二？对，大于等于二。请问你，蚂蚁、蜜蜂、鸽子还有飞鱼有什么共同点呢？好，他解释了，All these animals swarm，这些动物通通都做这个动作，swarm。好，自己在上面标记一下，提醒自己哦，swarm 这当动词，当动词再写一次。好，它当动词，不然这个句子就没办法解释。所有的句子都要有动词。这些动物都有个动作，有个现象行为叫做群聚的现象哦。Swarming occurs when large numbers of individual animals move,
work or cooperate as a group. Swarming, ing 指的是这件事，这件事。好，所以群聚这件事情啊会发生的 occur，我们说对象自己发生的，主词自己 occur，主词自己 happen。好，它发生到这里就 OK 嘞。可是它告诉我们时间点啊，when 后面一个时间点，large numbers of individual animals move, work, or cooperate as a group。好，这样子的时间点呢，群聚现象就发生了。他说的这个现象是什么时候啊？Large numbers of individuals，个体一个一个，可是全部集中起来变成一个 large number，数大的时候。明明自己是个体，可是数大的时候一起 move 移动，一起 work 做事情，一起 cooperate as a group 啊，全部都配合某个人或者是一起合作，当成是一个群体的时候哦。好，这边的 as 你知道叫做加身份，对不对？作为怎么样的这样子的身份啊，以一个群体的身份角色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下一个字，下一个句子，Swarming animals can act quickly to solve a problem。完蛋了，复习一下文法了。前面的 swarming ing 我们说是这件事情，词性是个名词。那请问同学哦，这边的 swarming ing 是什么词性啊？答对了，形容词诶。我们强调很多遍，ing 除了当名词，还可以当形容词，这不就是我们刚学完的？分词片语哦，分词片语要当形容词修饰后面这个 animals，有一些动作可以很快速的解决问题。怎么样的动物？有些动物可以很快解决问题，哪样的动物会 swarm 的这些动物啊？对吗？会 swarm 的这些动物，群聚类的动物呢？Act quickly to solve a problem. Act 你知道的，采取行动。OK，这个 to 呢表示一个目的。不定止表示一个目的，要做后面这件事情，解决疑难杂症，solve a problem，solve a problem。好，那这边的两个 ing 你一定要比较一下哦。那比较重要的当然是后面这个当形容词的用法，对吧？因为我们刚学完没多久，自己记得要好分词片语哦。它一个字就丢前面，很多个字就丢后面，它是一个字的。好，下一句，They can respond effectively to threats。哦，出现了刚刚的那个片语，A respond to B，有没有？A，they respond to B threats。所以这个 they 指的是这些群聚动物嘛，可以怎么样？有效地对威胁做出回应，对，做出反应或者应付这些威胁。那中间这个 effectively，相信你应该也是背起来了吧，也是看了一年多了。再复习一下它比较容易搞混的另外一个字，好，先写它的原本的形容词型。好，effective 跟这个字 efficient，这边叫做有效，那 efficient 呢？有效率，好，多一个字意思就不一样喽。再来，ly 是副词，加上去都可以。好，effective 从 effect 变过来的效果、效力。好，可是 efficient 是效率，一个是力，一个是率。啊，大家都知道了哦，这样考在单字题的时候，两个字都是一起出现的哦。好，再来下一句了，下一句了。好，我可以等一下同学。好，现场上课好处就是，我看到你还在抄笔记，我就会等一下你。可是我们之前都是录影，我都看不到各位同学，对不对？所以你就只好自己按暂停了。之前的缺点是这样。好，下一句哦，从 swarms appear to know exactly 后面这么多东西。好，先看前面。
这些一群一群的，我们把它称为 swarms。动词在这边 appear to know。哎，appear 是刚刚看到的，等同于 seem to，似乎。好，听众，姑且把它就放成似乎，先放在这边。好，那配上后面这个字呢？似乎知道，可以，语义是通顺的，所以它就翻译成似乎就好了。好，似乎知道后面这件事情，知道得非常透彻，exactly，完完全全，确确切切，实实在在。整个都知道，好，知道的非常透彻。那知道一定要加受词，因为 know 是个及物动词哦，后面就是它的受词啦。Where they are going，第一个受词，啊，要去哪边？然后呢，第二个受词呢，what they are doing，他们在做什么事？好，第三个受词呢，why they are doing it，啊，为什么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呢？好，那很有趣的是，我先来。爆雷一下好了，之后的段落他就会说啊，其实这些动物在个体的时候，自己一只蚂蚁，自己一只蜜蜂的时候是不知道要做什么的，可它就是人云亦云，人做亦做，跟着别人做，跟着别的蚂蚁做，就做出来之后却是个还不错的成果。好，所以可以这么说，在最后一句了，这一段的最后一句了。Scientific research is helping us understand how swarming works so well。好，这个单字也是绝对要背的，scientific，scientific。你看到 science 开头的单字都跟科学相关呐、啊。好，science 在古的拉丁文就是古意大利文啊，意思是知道。那他们从知道衍生为科学，因为这是一个发现的新知，所以跟这个相关的字眼都是跟科学相关的哦。科学研究 is helping us understand how swarming works so well。先问一个文法问题。为什么这边的 is helping 用现在进行式？你在读文章的时候，或是笔者在写文章的时候，刚好正在做研究吗？刚好有研究在帮我们吗？是在那个正在吗？我们说 be 动词加 ing 是很多个意思啊。接着慢慢要复习文法了。好，这边的进行式是第一个正在吗？还是第二个最近？还是第三个？近近未来是未来式的一种。好，一二三的哪一个？二，好二，好，果然要复习，不能不复习。二，最近有这个现象啊，近5年、近10年啊，不确定啊。好，但绝对不会是正在。好，绝对不会是正在。近期啊，近几年之类的都还可以用到 ing 哦。所以最近的这些研究报告可以帮助我们。好，你英翻中的时候可以这么翻。好，以后要讲英翻译的时候，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情。A help B，后面加原形，好，或者是加不定词都是可以的。好，两种用法哦。Help 帮助它是个半实义动词，后面可以加原形，也可以加不定词，帮助我们理解。哎，这个理解又是个及物动词，一定要有受词，受词在后面这件事，名词子句。Housewarming works so well。群聚现象这件事为什么 work so well？好，接下来要解释的是 work 这个字啦。好，请同学试试看，英翻中的话，work 这个字你该怎么翻译呢？工作吗？起作用，好，可以发挥的这么好呢？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好，起作用，起作用。记得 work 这个字绝对不是只有工作可以用哦，它超级无敌万能的。好，例如现在大家很努力在准备升等考。或者就是要读英文，好，假设大家努力读英文，We are working on English. Work on. 再来，你运动可以叫 workout，去健身跑步都可以叫 workout。那某个东西啊，你执行那个计划，结果呢，产品卖得不错，也可以叫 workout，起作用了。好，那这边的 work 就是指起作用的那个 work，可以吗？
还好吗？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模式嘛，就是讲单字跟课文。好，那讲完还是希望你可以多多少少记一点单字进去，还有那些句构啊、句型啊，什么 A、B 那个对象要记得。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下一段的单字好吗？好，第二段的单字，第二段的单字应该是从13一直到28。好，那就请同学往后翻一下，看到第13个单字哦。其实有点跳来跳去，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是就是要因应现在的这个局势。好，我们以前是不是都把单字全部讲完，让大家回家背，背完之后再来上课？第13个片语 appear that 后面要加一件事。诶，那你已经知道了，13跟12是同一组的用法喽。好，appear to 加原形。appear that 一定要有主词、动词，那翻译通通都翻成似乎，似乎有后面这件事情的倾向，后面这件事情的的现象。好，OK，似乎有。第14个单字 nest 窝，巢穴，动物的窝，动物的巢穴叫 nest，所以雀巢、柠檬茶不是是 n 开头，nestus 对吗？nest。还是什么的，我记得好像跟这个字很像，我没有记。好，第15个 path，诶，path 是 th 结尾的哦，叫路径、小路、小径。今天有一个不是很人工开出来的路，叫做 path。记得它是个混淆名词，会跟这个字让你混淆了。pace，c 结尾的 pace。C-E 结尾的 pace 就是步调，步调，步调。比如说，这个老师上课的步调很快，the pace is fast。这个老师上课步调很慢，the pace is slow，类似这样子。好，第16个单字 source 来源。好，那一样哦，混淆的名词啦。好，你知道我要写哪个字了吧？resource。好，resource 叫做资源，加个 re 就不一样了。好，这个 re 叫回来。这个来源可以一直让你重复用的，哎，不对，不是回来，是再一次。好，这个来源是可以让你一直用、一直用的，所以叫资源。通常指的就是大自然的资源啊，resource。第17个，defend，应该不难，叫做保卫、防御、抵御攻击的那个动作。好，那它的名词呢是个规则变化啦。好，第一就变成 s，好，浊音配浊音，defense。好，所以国防部的英文就叫做 Department of Defense。好，第18个单词 architect，大概一年前看到那个沙漠中的金字塔那一刻，沙漠中的金字塔。建筑师 （architect），建筑师。那再复习一下建筑这个学问，怎么说啊？architecture。那不能说它指的是这个学问的话，或者这个领域的话呢，不能说 architecture，建筑学。字有点小，后面看不到，要不要往前压？所以这样看得到吗？眼睛这么好。好，在第19个，at least 叫做最少，它是个最高级了，所以是至少的意思，至少。好，这个 least 是哪个字的最高级？可数的 few，不可数的 little 是原级，然后呢，比较级叫做 less。最高级叫做 least，好，那反义词在右边，at most，最多怎么样？至多怎么样？最多就这些。
好，本班最多就是19个人，至多 at most。OK，好，那 most 是哪个字的最高级？可数的 many，不可数的 much 是原型，more 是比较级，most 是最高级，这些都要呼之欲出哦。一想到 A 就要马上想到联想，它一整组都要会哦。好，刚刚说的 few little 变成 less 变成 least，many much 变成 more 变成 most。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好，再来第20个片语，也是超重要，考试会考的。When it comes to 是介系词，所以后面只能加名词 ing，只能加名词 ing。啊，when it comes to 提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是个开启话题的时候哦，所以通常会是在段落的最初。好，他讲一个新的话题。When it comes to 什么什么，再来你要比较右边的 speaking of 这件事情，要承接别人话题的时候啊，你刚刚在聊那个三倍券啊，哦，是哦，啊，三倍券，speaking of 三倍券，怎么样怎么样？承接别人话题的时候哦，啊，对呀，提到那个三倍券，speaking of 什么什么什么。那在我们刚学完的那个分词的单元里面，我们是说 speaking of，它有一个同义片语叫做 talking of，talking 把 speaking 改成 talking 都是说话的那个字。好，那个还好，我觉得 speaking 比较常出现。好，再来第21个单字，biologists。在讲这个单词之前，先看22，biology。biology 叫做生物学，你知道 bio 这个字根，生命嘛。好，那后面这个字尾呢，logy 呢，logy，学问，学科字尾都叫做什么什么 logy。好，所以是生命的学问，生物学。所以后来出现了一个比较白话的翻译，叫做生命科学，对不对？其实是同样的东西。好，从这个 biology，我们去 y 加上 ist 专业人字尾，ist 专业人字尾变成生物学家，生物学家。好，那在英文的世界里面哦，不管这个人是研究员还是教授，只要他会的领域是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称他为什么什么学家。所以你看英文文章啊，这个某某学家他有可能也是教授，有可能是研究员，反正他们身兼多职。好，再来23，23，应该要翻过来了。好，23，on 某某人的 on，on a's on 啊，某某人的 on，独自，这是个副词哦，副词偏语。好，独自干嘛？独自做某件事情，独自完成某件事情，on，one's on。好，你以前学的是 on one's own，只是那个 one 啊，不太喜欢，我都把它改成 A B C 这样记。好，on a's on，等同于你会的一个单字在右边，叫做 alone。记得 alone 的词性是副词，副词。好，那孤独的形容词呢？lonely。哎，不要搞错哦，词性会错哦。alone 是副词，lonely 是形容词哦。那 lonesome 呢？名词孤单寂寞这件事，lonesome 会写吗？好，lonesome 等于 loneliness，一样的，一样的。好，24，accomplish。这个字不好拆解，你只能整个字一起记下来。好，accomplish 叫完成，accomplish 完成。为什么啊？因为它是从后面这个同义词 complete 变过来的。好，a 加重复字首，然后后面变成 ish，那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了。好，那个字尾不知道是从哪个语言影响它，所以就说你这个字直接记下来，accomplish 等于完成等于 complete。
完成。好，那完成啊，你某件事情啊，从头到尾做好了、做完了、完成了，就会有一种成就感，对不对？所以名词 accomplishment 也有成就感的意思。名词的解释应该是要跟动词一样的，就叫完成嘛。好，那除了完成，它还有一个意思叫做有成就感，accomplishment，像 achieve 也是达成，所以它的名词性 achievement 也会有成就感的感觉。好，在25 impress 这个字啊，好记啊，press 不是压吗？压，那 im 就压下去啦。压下去，所以在我脑袋里压进来了，所以使我印象深刻，好，使印象深刻，使写出来代表使动词有 ing 跟 PP 的形容词，对吗？好，I am impressed。好，我刚刚讲有 ing 有 PP 没有错哦，但是有但说，先不要抄。Impressed 的确是 PP，代表我。被这件事情弄到印象深刻了，所以我记得很久。可是有一个字，ing 是不存在的。好，没有这个 impressing 当成形容词，为什么？因为语言的发展，它先出现了一个字叫做 impressive，它先出现了这个字了，所以就没有再用 ing 来当成它的让人印象深刻哦。好，一定要记得。有一些单字是这样子，我们之前好像也遇过一个吧，我记得我们遇过一个，因为他们先发明出 impressive 的，所以后来就没有再用 impressing 来当令人怎么样的。Wow, you are so impressive！你真的很厉害，你真是令人印象深刻。I am impressed！啊，我就感到印象很深刻，这样会用吗？好，那讲到印象，名词怎么办？Impression 加 ion impression 名词啊，我对这个人的印象如何如何？Impression 好，第26个这个单字啊，超难，先不背没关系。好，基本上我先帮你把那个黑色字体写出来，就是比较偏难的啦。好，inept，把 in 拿掉，apt 代表会，就搞哎，会做事情。in 放上去是反义词，所以是不会、笨拙、不熟练、效率差。好，这个字不背没关系，你先会右边的两个字同义词哦，inefficient，这个是不是刚刚学的那个字？in 除了里面除了加强，还有反义，好，所以 inefficient 没有效率，这个人就是笨手笨脚的 inefficient。好，再来口语一点点，在右边 clumsy，相信你应该会啊，笨拙啊，不熟练啊，效率差啊，啊 clumsy，OK 吗？先记右边的两个同义词就好了，课本这个字啊，先不理它了。第27个单词 intelligent，intelligent，哎，这个字好记啊，因为 intel，inter，对不对？这本身是个字根，intel 就是指智力的意思，智商、聪明才智，所以 intelligent，ent 形容词字尾，这个人很聪明，有才智，而且这种聪明是小聪明吗？不是哦，是天生出来智商高的那种聪明哦。好，那。智商就在右边了，intelligence，intelligence。好，智商、智力、才智、才能都可以。好，所以啊，intelligent 跟什么 smart 是天壤地别，smart 就是小聪明，嗯。OK，第28个这个段落的最后一个单词，colony，colony，啊，原本的意思叫殖民地哦，殖民地。那大家都知道嘛，我习惯如果加个箭号，代表它引申了，引申为动物的群体。我们以前在学动物那一篇的时候，也就看过很多个代表动物群体的名词，超多。
不用全部背，那个连母语人自己都不太会了啊。英文的动物类超级难的，每一种动物有自己群体的名字，还有每一种动物都会有公的、母的、大的、小的，啊，阉掉的，它的名字都不一样。上次好像讲过，对不对？好，OK，那我们可以再回来看一下第二段，然后再休息吗？应该不会太久吧，现在23分而已。好，我们回来看一下第二段。那第二段我把它切成两份 PPT，所以同学先读一半就好了。我们从 Ants are a good example 读到 on their own，好，读到 on their own 就好了。on their own 就是 according 前面的那个字，好吗？那我们读一下哦，Ants are good example of swarming animals. Swarms of ants can do many difficult tasks.For example, they can find the shortest path to the best food source. It may appear that individual ants build nests and defend their homes, but ants aren't clever architects or soldiers, at least not as individuals. When it comes to deciding what to do next,Most ants seem lost on their own。好，先读到这边。Ants are a good example of swarming animals。好，他说蚂蚁是个好的例子，什么样的例子啊？群居动物这一类的一个好的例子哦。Swarming，ing 形容词，修饰后面的 animal 啊，会有这个动作现象出现的动物。Swarms of ants can do many difficult tasks。哦，如果是一只蚂蚁的话，可能不能做太多事。可是如果是一群呢，swarms of ants 就能做很多事了。Can do many difficult tasks。好，task 要会，叫做任务，任务。小任务 task，大任务叫 mission。所以今天主管交办的事项叫做 task。OK。啊，那我们之前是不是学过一个字 A 开头的 assignment，也是主管交办事项 assignment，指定你做的事。For example，好，举例了，they can find the shortest path to the best food source，他们可以找到怎么样的东西，最短的 path，最短的路径。好，他们可以就自己定位啊，我要去这个食物的地点，最近的、最短的距离，shortest path。好，那后面的介系词，请你自己圈起来哦。一个道路，一个方向，一个门啊，跟门相关的，跟道路相关的，跟通往相关的，都用 to 这个介系词。好，自己写通往，通往的 to，通往的 to。好，通往，我们以前学过的还有什么？the door to 什么什么，对吧？通往，OK。最佳的食物来源，好，那就是食物的所在地啦。It may appear that individual ants build nests and defend their homes。先看一半。好，出现了这个片语啊，appear that 等于 seem that，好，等于 seem that。那结果 seem that 不知道意思，似乎。那跟你刚刚学的 appear。to 原型差在哪边呢？就差在 that 一定是个句标，要带出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就会有主词、动词哦。好，找一下有没有主词、动词？有 individual ants 主词、动词 build。好，那只是因为它是及物动词，所以后面有个受词 nest and 怎样怎样怎样。好，我先把它写出来。后面这件事情就是啊，个体的蚂蚁，然后呢？很多只哦，个体的蚂蚁，但是它加了 s 就变成很多只哦。啊，魔鬼藏在细节里，它是个体的，可是是复数，很多只。这英文就是这么麻烦。中文不会说个体的很多只蚂蚁，对不对？不会。啊，可是英文就是这么说，个体的蚂蚁，可是很多只，所以它强调很多只组起来的。他们来盖他们巢穴，他们来保卫他们的家园，而这件事情似乎。是真的，好，这件事情似乎是真的。
再讲一遍，这个 appear 呢，后面虽然你看不出什么正面或负面的词，可是你就是要把它想成有这个现象哦，好，有后面这个现象哦。再来下一个子句了，but 开始，but ants aren't clever architects or soldiers，但他们其实呢不聪明，clever 跟 smart 差不多，就 clever 程度比 smart 好一点。他们不是很灵光的那一种建筑师，不是很聪明的建筑师或士兵，好，也不是，也不是。这边在英翻中的时候要小心啊，这个 or 呢，英翻中你是不是直接把它翻成或？可是中文其实不会说他们不是聪明的建筑师或士兵，中文应该说他们不是聪明的建筑师和士兵。哎，原因出在前面的这个 not。好，在英文里面呢，如果是否定的句子里面哦，是不用 and，用 or。这个大概国一的时候学，应该是忘了，没关系。好，A 跟 B 都不是的情况下，用 or，用 or。否定的句子里面用 or。他们不是好的建筑师，也不是 soldiers，士兵。好，后面一个杠杠来告诉我们，补充说明啊，话还没说完，我要继续说，请你听我说。用了一个杠杠，at least not as an individual 啊，至少啊，身为一个个体的时候，绝对不是好的建筑师或士兵这样子。好，这个杠杠本身没有意义的哦，补充说明而已。我们常常遇到，对不对？再来问一下，这个 as 是哪一个 as？身份的 as，身份地位的 as，好，绝对不是以个体论的时候。所以其实这个句子是有一点对于他们个体是贬的，可是身为群体却是褒的。下一句，When it comes to deciding what to do next, most ants seem lost on their own。好，出现了要提起一个新的话题啦。When it comes to 这件事啊，deciding what to do next。我们说这个 to 绝对要记起来、圈起来、画起来，介系词的 to，只能加名词 ing，所以后面的动作不幸是个动作，就要化妆成 ing 啊，decide 变成 deciding。当提到我们要决定做什么的时候，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的时候，deciding what to do next，most ants seem lost on their own。大多数的蚂蚁个体呢，都 seem lost。好，这边的 seem 又出现了。再想一下这个 seem，看起来对不对？好像是。好，这边你就把它翻译成好像。那似乎也可以啦，似乎也可以。那看起来，我个人比较喜欢说看起来。哎，看起来都 lost，结果还要再问一个字，lost 怎么办？刚学过的分词啊，迷途了，迷茫了，迷惘了，怎么讲？迷惘吗？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好，不知所措。好，这边的 lost 并不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迷路哦。好，他们是不会迷路的，他们只是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而已。好，这边的 lost 叫做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所措，迷惘。好，再来是后面的片语了，on their own，独自一只蚂蚁的时候，好，on their own，alone，看不懂就把这三个字换成一个字，alone，seem lost，alone，独自一只的时候就 lost。好，我们继续把后半段看完好吗？其实不多。后半段哦，后半段，好，同学可以再抄一下，好，等大家。然后后半段哦，后半段，我们从 according 开始读，读到段落的结束。According to Deborah M. Gordon, a biologist at Stanford University, if you watch an ant try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you will be impressed by how inept it is. Although individual ants don't appear to be very intelligent,
As colonies, they are intelligent. This is because they use warm intelligence. 好，后面超短的。According to 根据某个人的说辞，哎，这边呢、啊，你以前可能会觉得 according to 后面应该要直接加上一个理论啊，你以前学的是这样子吧？其实呢，可以加上某个人就好了，根据他这么说啊，根据他的说辞 ，a biologist at Stanford University 啊、哦，你知道啦，这个逗号等同于刚刚看到的一条杠杠，补充说明啦啊，这个 Gordon 是谁我不认识啊，解释给你听。史丹佛大学里面的一个 biologist， 很棒。请问你该怎么翻译 ？A biologist at Stanford University。既然他都把大学这个机构讲出来了，你还翻译成史丹佛大学里面的生物学家就怪怪的，翻译成教授比较好。翻译成教授比较好，对吧？大家无动于衷，因为今年不考翻译，好吧，算了。下面 ，If you watch an ant try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如果你仔细观察这边的 watch 要怎么翻译呢、啊？仔细观察 ，watch 指的是盯着看的哦，很专注的看的叫做 watch 啊。See 叫做随便看 ，watch 叫做盯着看。所以 watch 都用来讲一些看电影啊、看球赛啊，要很认真专心看的嘛。好，所以这边的同义词你就自己写上 observe。Observe, O-B-S-E-R-V-E, observe, 观察。所以其实 observe 就是比较高级的 watch。好，仔细观察。那这种听看类的动词，上次是不是讲到了？听看类的动词后面加原形或 ing 都可以。好，我再写一遍哦。A 跟 B。好，那中间的动词如果是听看类的动词。后面会有两种结果 ，B 的动作会有两种结果，一个是原形，一个是 ing。可是呢，背后的意涵不一样。A 的听看到 B 做这个动作，如果是用原形的话，代表从头到尾，好，写全程观看，全程观看，全程窃听的感觉。啊、那如果是 ing 呢？片段。啊，我们以前是不是造过这个句子啊 ？I saw a bird fly. I saw a bird fly. 从它在地面上起飞到降落摔下来，我全程都看到了，叫做原型 fly。那如果你说 I saw a bird flying， 刚好这只鸟在空中飞，我刚好瞥到看到一眼，啊，片段的。于是乎，你把这个句构套进来我们的课文里哦。Watch an ant 后面的动作是原形还是 ing 啊 ？Try 是原形，好，全程都观察到尾哦。所以以前我们上生物课的时候，不是要观察小动物啊，所以要从头到尾这样一直跟着它看。好，所以后面加原形，全程看它做什么事情。Try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有趣的事情是这个字 try。解决完刚刚那个看全程，现在要问的 try to 干嘛干嘛，代表背后一个什么意涵呢？他能不能就直接说 if you watch an ant accomplish something 就好了？为什么要把这个 try to 写进来啊？为什么硬要把 try to 写进来？字面上的翻译叫做试着做，对不对？试着做，试着做。可是他真的是要试吗？没有，好，它并没有尝试的意思在里面，代表一点点委婉的概念，它有这个意图，有这个意图。如果你从头到尾看着这只蚂蚁啊，很努力的想要完成某件事情，好，所以这边你可以把那个努力的感觉写出来，好，意图写出来，不一定要写成。不一定要写成试着干嘛干嘛干嘛啊。什么试着做什么事情？嗯，太字面了。它还有委婉的意思哦。好，例如我请你帮我忙 ，Can you do me a favor？ 好，我可以帮你啊。你就简单说 ，OK，I will help you。可是呢，你不确定可不可以做得到 ？OK，I'll try to help you。
那你到底是要做还是不要做？是要做的，而且他只谦虚一点、委婉一点，我会努力的帮忙你。OK。OK，好，accomplish 这个单字没问题吧？好，完成，因为刚才看单字，你现在应该还没记起来啦。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今天都学完单字，你回去背，背了之后再来看，你会有印象。但是就这样子，加油！好，下一个子句哦，You'll be impressed by how inept it is。你就会感到非常的印象深刻，出现了这个 PP 当形容词，You'll be impressed，你会非常的印象深刻。好，被什么事情感到印象深刻？By 告诉你对象啦。How inept it is，被这件事情感到印象深刻。他做事情非常的笨拙。好，inept 先不背，我们先背 inefficient，我们先背 clumsy。他做事情非常的 inefficient，没有效率。一只蚂蚁自己一只搬一颗沙子，可是如果一万只蚂蚁就可以搬一万颗沙子，这样子的意思。好，下一句。Although individual ants don't appear to be very intelligent, as colonies, they are intelligent. 好，虽然一只一只的蚂蚁，你看 individual 一只一只的蚂蚁，可是它加了复数啊，强调这一堆，但是里面的个体每一只都不聪明，don't appear to be very intelligent. 今天这个 appear 已经出现了三四次了，我不信你记不起来。好，似乎不是很聪明，就讲得很委婉。似乎不是很聪明，就直接说他不聪明就对了。As colonies, they are intelligent 啊，这边的 as 是哪一个 as？身份地位的 as 啊。身为一个群体的时候，他们就很聪明哦。Colony 就等同于 group 啊。那每一种动物都会有自己的 group name 啊。只是蚂蚁呢，它是用 colony。我们之前学到的 colony 还可以用在哪一些动物上？鸟类。半年前学的，是不是鸟类也叫 colony？好，最后一句，This is because they use swarm intelligence。这是因为啊，他们运用到群聚智慧这件事情，intelligence 啊，群聚的智慧，群聚的力量，还好吗？这样子两段。好，待会我们下课休息回来，还是会继续看课文。我们可能会超出我们今天的预设的进度，可是就是趁有空的时候多讲一点。好，因为今天没有习题要检讨嘛，从下一次开始检讨哦。那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单字哦。好，一样从单字的第三段的单字29开始。哦，29，swarm intelligence 就是群体力量哦。这个应该是刚刚上一段的单字啦。好，群体力量，OK，30个。Be in charge，be in charge。那如果前面放上个人呢？A be in charge 就是 A 负责。哎，你觉得很奇怪哦，它是代表一个状态。好，这边是谁负责啊？Who's in charge here？这边谁负责任呢？OK。那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一个负责的动作的话，加上 of 这个介系词，A be in charge of B，A be in charge of B。好，那你知道 be 动词在这边的用法，就代表是一个形容词状态的那个媒介动词嘛？，A 负责 B，A be in charge of B。好，例如我们说 post office is in charge of 三倍券。它好好用，可以一直拿来用。啊，be in charge of 一个东西，要有对象才可以有介系词哦，一定要记得要有受词才会有介系词。再来，你还要记一下你以前学过的同义词，叫做 be responsible for。啊，在你的右边，A be responsible for B，A be responsible for B。好，再来第32，collective behavior。Collective behavior 集体行为，collect 你知道叫做
收集或把东西放在一起，对不对？好，聚在一起，所以它变成 IVE 形容词字尾。好，这样子的行为是个集体的集体行为，大家一起做的事情叫做集体行为。33 feature 看到很多遍的，应该记起来了吧？特征、特性、特质。feature 那同义词在右边哦，characteristic，characteristic。比较难的是右边的那个单字哦，字母多，而且它解释又多，所以你会忘记它有一个解释叫特征、特质、特性。啊，feature 还好，蛮简单的，就是你平常看到的 FT 或者 FEAT 的全名。好，feature。再来34，there appear to be。诶，这什么东西呀？Appear to 我知道，there be 我也知道，可是放在一起居然长这样子。分开看，there be 叫做有，对不对？有没有的那个有，存在动词。那 appear to 呢？似乎啊，加起来就是似乎有啦。只是我们说 appear to 一定要放在动词的正前方，所以就插在中间了。There appear to be 什么东西啊？似乎有后面这个东西存在耶。35比较难一点点的 lay 叫做放置，把东西放下来动作放置，那衍生为把肚子里的蛋放出来下蛋，好，动物下蛋这个动作会叫做 lay。好，那它的动词变化在右边哦，lay。36 function 当成动词，转品为动词，起作用，有效用，起作用，有效用。再来37的 furthermore 此外，前面讲过一件事情了，后面要继续说别的事啊，补充说明的时候了，或者是。再追加一些其他意见的。Furthermore，同义词在右边，通通都要会哦，全部都要背哦。Moreover，additionally，in addition，besides，太多了写不完，所以我只能列两个。好，竹繁不及备载。再讲一遍哦。Besides，moreover，furthermore，in addition，additionally，五个通通都要记下来。下一个。第几个？第38个，the big picture，这个不用记，没关系。picture 指的是一个样貌，所以大样貌指的是整体方向事物的全貌。啊，这边要指的是课文里面啊，这些一只一只的蚂蚁，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它并不知道 big picture，不知道整件活动今天的游戏在干嘛这样子，啊，不知道。在39，objective，这个是第一次看到欸。啊，以前我们看到的是 object，没有 ive。以前学 object 叫做物品、物件，现在加个 ive，继续当名词，继续当名词叫目标、目标。大多数的 ive 是形容词，少部分当名词，这边是名词哦。好，太简单的同义词在右边啦，你就不要背了，叫 go，太简单了吧？好，从这个程度开始，你都会遇到它叫 objective，目标、目标。第40个单字，或者说它这个用法，stay 加上一个状态形容词，stay 加上一个状态形容词，保持这样子的状态，维持这样子的状态。哎，这个好像用过啊，我们学过啊，比如说天气冷，请你保暖，注意保暖，stay warm。外面很危险哦，请你保持人身安全，stay safe。啊，尤其今年老外真是每天都要讲这句话，stay safe，stay safe，stay healthy，啊，请你保重，stay healthy，请你保持健康。好，例如有一句英文的谚语，不是说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听过吗？保持饥饿状态，保持愚昧的状态，这个。饥饿状态是指对知识求之若渴的那个饥饿，好，所以就是指你人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学的意思，OK 吗？好，那我们可以回来看一下课文哦，可以回来看一下课文。那我们往前翻到第4页的右下角。
哦，一样，这一段有点长，所以我们先读一半就好了。从 swarm intelligence 我们读到什么什么 manager at all，哎，应该是在右边啊，你右边那一页的上面数下来第五行，啊，我们读到什么 manager at all 就好喽。swarm intelligence is the collective behavior of large groups。The key feature of swarm intelligence seems to be that no one is in charge. In the case of ants, there appear to be no leaders. No ant seems to be telling any other ants what to do. There is a queen ant, but her only role is to lay eggs. Yet, a colony of half a million ants functions perfectly. Without any managers at all。好，那开始解释什么是 swarm intelligence。哦，这个集体力量啊，群居的力量，就是后面这个 A 就是 B，be 动词嘛，A 就是 B。The collective behavior of large groups 是一种大群体之中的集体行为。哦，集体行为。The key feature of swarm intelligence seems to be that no one is in charge。哎，第二个单字有问题了，这边的 key 要解释成钥匙吗？不，它是一个形容词，叫做关键啊，关键的特征，最重要、最显著的。你一提到这个东西，就会想到的这个 key feature。然后这个啊，集体的力量的 key feature 是什么？Seems to be，似乎是。Seems to 是不是似乎？而 be 动词是是啊，所以似乎就是后面这个事实。似乎就是后面这个事实啊，因为 be 动词 A 就是 be 嘛，所以前面呢，swarm intelligence feature A 就是 be 最主要的 feature 就是没有人负责，没有负责人的意思，没有人带头，没有人是 in charge。好，又带出这个片语了，be in charge，考试很爱考的哦，be in charge，be in charge，负责。好，in charge 已经两个字变成形容词用了，就是没有人负责了，no one is responsible for anything。下一个句子，in the case of ants，这边的 case 指的是例子，哦，所以呢，以蚂蚁为例子，等同于我们说的 take ants。For example, take ants for example。我操，稍微写一下，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好，它有个同义词，take ants for example。好，那 example 有个好一点的同义词叫做 instance。那考试如果你不幸遇到了，它就可能会要你填后面那个字啊，以什么为例，take。什么什么，for example，take 什么什么 for instance。那刚好我们这课文学的是第三种，就是 in the case of 什么什么。哦，我们要举的例子叫做蚂蚁啦。好，所以后面要讲的事情是这个啊，重点在这边啊。There appear to be no leaders。这个片语是刚刚看到的，appear to 叫似乎，而 there be 有，所以似乎是有没领导人，那就是没有领导人。好，有没领导人就是没有领导人哦。OK 吗？这个你看得懂吧？There be 就是 there is there are 啊，只是这个不定式 to 后面要加原形，所以打回原形了。再下一句，No ant seems to be telling any other ants what to do，并没有蚂蚁会告诉别的蚂蚁要做什么事情啊，一个都没有。No ant seems to，他讲得非常委婉，通篇都用到 seem to appear to 这样子的句型。好，那再来有个问题要问的是跟文法相关的，问一下同学，为什么这边呢，be telling 为什么用 ing？他不能说 no ant seems to tell 就好了吗？
文法当然是对的，两个都是对的。请问你用 ing 的有什么样的意境？又要写出来了。第一个是正在吗？好，第二个是最近吗？还是第三个未来吗？还是第四个强调呢？不知道选哪一个就选强调，对，就是强调哦。好，ing 它有另外一个用法叫强调，不是常常有的，然后就是偶尔的。再来也可以用在就是我加强语气的时候，好，加强语气的时候。这个很久以前啦，1年前学的，忘记很正常，不要太苛责自己。好，到9月13号那一天想起来就好了。我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嘛，不求甚解，会考试就好了。考试考100分，英文不会讲没关系。好，下一个句子哦。There is a queen ant. There is a queen ant 中的蚁后，蚁后，蚂蚁的王后。But her only role is to lay eggs. 可是她唯一的工作角色。这个 role 叫做角色嘛，对不对？它的角色是什么啊？下蛋。好，A 就是 B，所以 be 动词的前后要是一样的性质，值一样的词性。Only role 是个名词，所以后面的 to lay eggs 也会是个名词，只去代表这件事，好，下蛋这件事情哦。那我们说过了，不定词跟 ing 都有这件事情的用意在啊。那为什么这边不用 ing，用不定词？不定词有要做还没做的那个感觉。好，那我这边讲的是一个通篇的大概念啊，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做，好，用 to 做这个事情。Only role is to lay eggs，下蛋，下蛋。再来下一句，yet。A colony of half a million ants functions perfectly without any managers at all。哎，一开头这个字很重要啊！问一下，什么叫做 yet？是我们学完成式的时候看到那个 yet 还没吗？好，yet 如果跟完成式连用的话哦，跟完成式连用的话，它叫做还没，尚未的意思。在第二个，它如果当成副词单独存在的时候，我们叫做然而，然而。啊，就等同于你会的 while，等同于你会的 however。啊，这个 yet 是克洛是最爱考的，它就是挖这一格。那你就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啊？什么还没放在句子的第一个字还没怎么样啊？解释成然而哦，然而。好，那解释成然而的时候，当然有一个最简单的字叫 but，那我就不写了。好，这个 yet 有人就直接说啊，就等同于 but，可是太口语了，就算了，你就记下面这些，好，至少要会 while。哦，然而呢，a colony of half a million ants，一个拥有50万只蚂蚁那么多的蚂蚁群，colony 是蚂蚁群的名字，对不对？它那 million 叫做100万，所以 half 一半，50万只的蚂蚁，动词在这里要 functions perfectly，运作的非常的完美，非常的成功，非常的棒。Without any managers at all，并没有任何的 manager。英翻中问一下，这边的 manager 该怎么解释？经理嘛，经纪人吗？哦，不对哦，这边的 manager 等同于刚刚讲的 L 开头 leader，啊，就是没有领导者的意思，没有领导者的意思，没有人带头。Manage 原本只是安排啊，所以帮你安排大小事情的人叫做经纪人。那如果在商业上就变成是经理，因为经理要帮你分配你的工作。OK，那后面的 at all 是放在一个否定句子里面，要加强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
可以，再来我们看后半段，后半段，哦，要从请同学从 furthermore 读到句尾的 information。Furthermore, no single ant seems to have any knowledge about the big picture. The main goals were objectives. The swarm relies on lov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who all follow the rules. One of these rules is to stay close together. When individuals stay close together, they communicate and share a lot of information. 好，前面讲过一件事情啦，对，好，后面继续补充追加的说，furthermore，此外，好，此外，no single ant seems to have any knowledge about the big picture。好，这边的 single 很有趣啦，这个 single 拿掉啊，整个句子的意思不会改变。No ant。好，那 single 放进来其实要加强语气，真的，一只也没有的概念啊，一只也没有，没有蚂蚁是怎样？Seems to have any knowledge，并没有任何的知悉。这边 knowledge 单纯就是 know 的名词形，所以同学如果翻译成知识不太对。原形动词是不是 know？know，那它的名词形呢？knowledge，所以就是知道，知道。好，等同于以前我们学过的 awareness。所以他们是完全不知道的。那你明明可以用动词的啊，seems to know，可是他硬要把它换成这个 have 加名词的片语哦。Have any knowledge？一点也不知道啊，一点想法概念都没有。对于什么事情啊？About 告诉你，对于这件事情，about the big picture 整体的方向，我们今天是要盖什么样的房子啊，都不知道。好，那 the big picture 是个比较难的说辞啦，所以英文里面要解释说辞就一个杠杠或者是一个逗号，所以后面是我们的说明文，要说明前面这个 big picture 叫做什么东西。The main goals 就是主要的方向、主要的目标、主要的目的。好，它的 or 也是解释名词，objectives 目标、目标。好，再来下一句。他说，The swarm relies on lot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who all follow the rules。好，他说，The swarms 这样子一个群体，主词、动词叫做 rely on。想一下，什么叫 rely on？依靠、依赖，对不对？等同于 depend on，依赖、依靠，依靠很大量的什么互动。依靠大量的互动 interaction 啊，inter 叫做两者之间，两者之间呢 between，那 act 呢动作啊，所以呢互动两个一起动叫互动，OK，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好，到这边句子其实就可以结束了。好，这样子大群体呢，非常非常需要，非常非常依赖这种大量的互动。怎样的互动啊？两个个体之间的互动。到这边其实句子就可以句号了，只是你不懂它的句意啊，对不对？怎样的个体？你说的 individual 是怎样的 individual？你要说清楚啊，说清楚就变成冠带后面继续告诉我们啊，形容词子句啊，说得更清楚一点。Who all follow the rules？遵循这些规则的 individuals，OK 吗？好，那他们有很多规则哦。那个规则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叫做后面这件事情。One of these rules is to stay close together，要靠得很近。
好，这边有很多个解释，你可以说两只蚂蚁要靠得很近，方便传达资讯，可以，你也可以把它想得比较抽象一点点的，两者之间的关系要非常紧密。好，具体的表现就是两个真的站得很近，抽象一点的表现是指关系要很紧密，互相要合作无间的那种感觉。再来是最后一句啦。好，最后一句哦。When individuals stay close together，当这件事情的条件满足了，when 啊，when 当它还有条件的感觉，对不对？好，当这个条件满足了，紧密相连的时候呢，后面这件事情就产生。They communicate and share a lot of information。后面这些你可以做了，communicate。交流，交流，传达，好，交流，传达。第一个交流，第二个传达都要背下来哦。好，communicate 传达的意思哦，等于 convey。好，那什么时候翻译成沟通啊？有个介系词 with 出现的时候，A communicate with B，A 跟 B 沟通，哎，好像是上面一起学到的。好，再来干嘛？Share a lot of information 啊，share 叫做分享、共用啊。我知道这个情报，所以我呢跟你共用，我就告诉你这件事情。可以吗？这是第三段，虽然时间剩的不多，但是我想快考试了，超时一点点，大家应该是不会介意，对不对？我们再看一段的单字，然后再看一段的课文，好像有点多，没关系，先看完单字，那看课文能看多少就看多少，尽量不要超过太多啦。好，可以超过一下下，我们来看单字哦。好，单字我们从第41个开始哦。Interaction 这也是上一段的，对不起。好，是 interaction 互动嘛？互动刚刚解释过了，inter 叫做两者之间，inter 是两者之间。OK，那 x 做，所以呢，互动，interact 啊，名词型 interaction。第42个单字 trail，足迹的迹，怎么样的迹象啊？trail。所以在课文里面，它是说会留下一道费洛蒙的足迹，让别只蚂蚁，它就是循着前一只蚂蚁走过的路，然后就跟着走，这样子。如果前一只蚂蚁掉到水里，那后面的蚂蚁全部都会掉到水里，是这样子的。好，再来第43个 pheromone，pheromone 这个字好像有点难，又有点专门，可其实你把发音读出来就知道意思了。费洛蒙，对不对？费洛蒙是直接用音译，直接照它的发音翻过来。如果是中文一点点，会说成外激素。激素就是我们体内的一些分泌出来的一些东西嘛，所以在体内呢叫做内激素，在体外的叫外激素。第44个 component 成分。组成的因子也可以，反正就是一个大东西里面的小小单位 component。好，这个字怎么背呢？PON 叫做放下来的放，等于 put，pon 是 put，con 放在一起，组成的意思，component。那记得哦，ENT 常常当形容词，但偏偏这里当名词，小心词性啊，成分。来，45个 beehive，分开看啊，bee 是蜜蜂，hive 是窝的意思，所以是蜂窝，蜂窝，hive，beehive。来，第46个 scout bee。侦察蜂，侦察蜂，这个 scout 指的是侦察兵的意思，军队里面的侦察兵。好，所以侦察兵的这个蜜蜂，它要先去探勘、去敞勘，这个地方能不能筑巢啊之类的。然后在第47个，什么什么 in search of。
In search of 后面要加名词 ing，好，为了寻找后面这个东西。那这个 in search of 的 in 前面应该是一个动作，可是它是比较长的，所以我就没写到。好，你自己知道 in search 叫做在这个搜寻的过程中嘛，为了找到后面这个东西。好，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片语换成一个动作，感觉比较强烈的，等于说右边的 search for，好，to search for 什么什么。好，48 include 看到太多次了，包含，没问题，包含。那除了包含，你要会右边同义词，请记下来。exclude 叫做排除、摒除、排挤。好，in 叫里面，ex 叫外面，clue 叫抓，所以抓进来跟抓出去，要你就抓进来，不要你就把你抓出去。OK，include、exclude。在49，in agreement about，in agreement about，所以呢，你可以这样想哦，A be in agreement about B，应该不会是只有 A，应该是 A 跟 B in agreement about C，好，A 跟 B 对于某件事情达成协议，哦，总之就是达成协议啦，agree 叫做意志相符嘛，对不对？所以 agreement 同样的想法，同样的意见，协议。就等同于很简单，你看过的 agree with。好，50个学过了，复习叫做 convince，说服，说服。有没有一个同义词 P 开头马上要想起来的？persuade，我帮你写在右边。要说服。说服，可以哦。好，那再来就要看一下课文啦。好，第四段的课文呢？我们或许只能看第四段的前半段，请同学读一下 "different animals" 一直读到 "the faster the dance is"，读到那个什么 "the dance"，应该是在中间吧？好，待会读到那边自己停一下。好，在 "in addition" 的前面。好，"different animals interaction"。For example, ants leave a trail of pheromones for other ants to follow. A key component of the interaction is movement. When bees need to move their hive to a new place, scout bees go out in search of a suitable place to live. When they return, they each do a type of dance. The happier the bee is about the new location, the faster the dance is. 好，前面呢，它第一句是在把蚂蚁讲一遍，可是呢，它其实主要要说的是蜜蜂，对不对？这一段主要说的是蜜蜂。OK，different animals have different methods of interaction。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方法，什么样的方法？互动的方法，那这边的互动不是说我跟你两个关系良好的那种互动哦，这边的互动指的是把讯息传递给对方知道的这个动作叫做 interact。哦，我刚刚看到一个有糖果可以吃的，我们自己去搬那个糖果的这个，我把这个资讯告诉你叫做 interact。For example, ants leave a trail of pheromones for other ants to follow。所以我呢，我找到好吃的东西，我就留下这个。Pheromone 在地上，你就跟着我走，OK？Trail 这个字要会，Pheromone 不强求你背，可是因为我觉得你看到就会想起来意思了。好，那重点要讲的是 leave 这个字，使东西留下来哦。
啊，离开是他后来的引申义哦，是因为我把你留在这边，我自己走，所以叫我离开。可其实他的原意是把东西留在原地，所以留下一道足迹，菲洛蒙足迹，为了什么？For 叫做目的，为了别人哦，为了其他蚂蚁，for other ants to follow。好，for other ants to follow。下一句，A key component of the bee interaction is movement。还要讲清这一段的重头戏，也就是指蜜蜂的互动，蜜蜂互动的 key component 关键因素，或者是关键的组成分子啊。它的互动有很多种，其中一种最关键的叫做 movement。哎，想一下 movement 你该怎么样翻译比较好？你要说移动吗？我们学的时候 move 叫移动，所以词性变化可是解释不变，所以 movement 要叫做移动吗？的确有移动这个意思啊，可是在这边你翻译成移动是不是有点别扭？要翻译成动作，动作举止的一个动作。所以蜜蜂就动来动去的，哦，动来动去让它同伴知道一些事儿，借由动作这件事情，When bees need to move their hive to a new place，当他们要干嘛？搬家的时候，move their hive，人类是不是说 move home？所以蜜蜂说 move hive。好，要搬家的时候，搬到一个新的地方，to 代表一个目的的地方，通往嘛，对不对？代表一个新的地方。Scout bees go out in search of a suitable place to live。好，侦察蜂它就出去了，出去干嘛？In search of，刚刚看到的片语还没背起来，没关系。为了找寻，对吗？为了找寻后面这个东西哦。前面有一个动作，前面有一个 SV，然后 in search of B。好，那这个 SV 我把它想成是 A 好了。好，A 的 SV in search of B，A 做这个动作是为了 B 的存在，为了寻找 B。B 叫做找到适合的生活地，居住地。那 suitable 这个字应该会吧？合适的，合适的。哦，下一句，When they return, they each do a type of dance。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会跳一种舞。哎，原本 dance 就已经可以当成动词了，可是呢，英文就喜欢把它变成名词，再加一个形式动词，变成 do a dance，那用意是什么？上次还上上次讲过，把它变成名词加个形式动词，用意就是要把它量化，量化，做一次，做两次，跳一支舞，跳两支舞，所以这边你就要翻译成跳一支舞啊，然后把它量化了，对不对？等他找到好地方之后回来了，when they return，他们都会做一种动作叫跳一支舞给对方看，do a dance。而这样子的舞呢，是某种特定的形式，所以把 type 放进来，a type of dance，某种特定的舞蹈。好，所以英翻中的时候，type 要翻译出来，某种特定的、特定的。下一句了，The happier the bee is about the new location, the faster the dance is。哦，这个句落考试超爱考。好，the。比较级怎么样？怎么样的比较级？中文就翻译成越怎么样就越怎么样。先把这个句构先找出来，要前面有没有 the happier 的加比较级？有，找到了，划线。好，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这样做。好，the happier，然后划线，然后面 the faster 有没有 the 加比较级？有，划线。先找到这两个。先理解一下，越开心就会越快。前面叫越开心，后面叫越快。那到底是什么越开心，什么就会越快？我们再来理解。你先找到主要的结构嘛。哦，the bee is about the location。记得哦，这个句子里面的形容词已经被我们拉到前面去，当成比较级变化了。所以后面这件事情的形容词已经不存在，因为被我们拉到前面去了嘛，对不对？哦，所以原本的句子叫做 "The bee is happy about the new location"，对吗？原本的句子里面是 "The bee is happy"，
About the new location，只是这个 happy 被我们拉到前面去了呀，OK 吗？所以解释一下，这只蜜蜂对于新地点越开心的话，哦，后面再解释后面，the faster the dance is，哦，这支舞就跳得越快。哎，原本的形容词是怎样？The dance is faster，但是被我们拉到前面去。做那个比较急的变化了，对吧？好，那你理解完这个句构之后呢，再补充一下你的笔记哦，把它扩充一下下哦。英文什么东西会有比较级？形容词还有副词。如果今天考试很机车，他用副词考你的话，会完蛋哦。好，自己补充哦。形容词或者是副词都有比较级。形容词或者是副词都有比较级哦。现在是35分，各位觉得我们可以把下面这5句讲完，但是下次再来看。想回家了吗？不敢说。好，我们下次再继续看，好吗？你今天已经看蛮多了，啊，今天已经看蛮多了。对，然后上一个礼拜我们是上一期的最后一堂课，教室里面嘛，啊，虽然还有几堂还没有讲完，上个礼拜你没有来的同学，我要跟你说对不起。因为上礼拜我们的荧幕录影啊，影片毁损了，所以我会重录。以我这种负责任的心，我是不会就这样放过去，所以我会重录。可是要给我一点时间，因为7月真的忙到爆炸，给我一点点时间啊，我找时间重录，然后先重录完之后，我才再录后面那三四堂还没讲完的课，这样子。好，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哦。好，拜拜。